大家好，连日来方东处境艰难，他先是水电被停了，我们来听一听他发出的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方斌。这个物业的，他把我这个水电都给停了，他赶我走，不让我在这住。我房租也交了，这个物业费也交了，他昨天停，今天又停，他这是不是属于违法的？所以有没有谁懂得这个追溯啊？他这不应该停我的水电，是不是要赔偿损失啊？这个是不是侵犯了我的这个居住权还是什么？三个民警去我家，最后方兵没办法，只好报警，来了三个警察，警察也处理不了，但是给他留了一个回执。我们来看一看。要我走，所以经传一些。好，今天是4月29号，这个物业无故把我的水电停了，停到这110派出所的四口派出所的三个民警去我家了，他的水电确实停了，那现在也得就这件事情。因为我觉得呢，他是要我走，物业要我走，所以经传行为，所以我要他赔10万，我现在就不跟他谈了，因为经传行为性质变了，我现在就这个要求。方斌虽然报了警，又找物业，可是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，居然他租住的这个房屋也进不去了，锁被人换掉了。在这之前，一门要开，水电要通了。你不能说在这没解决之前，水电也关门锁的，对吧？你第一次报警，同时进行的。不是，第一次报警不是说干嘛嘛？不是说有报警说，第一次报警。报警的水电他们在协调，是说但从来没有说。他也在，这应该锁了。是啊，他不是说你说我问下第一个处理民警，好吧？看先生怎么样？好，我可能两个民警都协调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好，是不是？听明白？好，好吧，好好。我再问下他怎么回事。好，对吧？本来啊，方斌已经交好了一年的房租和物业费，可是刚住了半个月，当得知住的这个人是方斌的时候，方斌就被赶出了出租屋。我们来关注方斌的处境。好，谢谢观看小凤传媒走天下，我们下次节目见。那这个新闻。